期待的粉丝福利社又来咯，我们中华民国海军的 Instagram 开台咯。哎，等一下，还有心灵 Talk 也开播咯。别急别急，咱们海军小百科可是播出满一周年咯。哇，好事成三，那这次福利社送的好康是什么呢？这次啊，福利社要送的好康就是海军防水背包。为了庆祝中华民国海军 Instagram 开台，心灵 Talk 开播，海军小百科播出满周年，粉丝福利社这次决定送出三倍的好康哦。干嘛呢？没错，看看这个亮眼而且充满科技感的配色与文字，背着它走在路上，连头号粉丝都会羡慕你哦。干嘛呢？就是安呢。事不宜迟，赶快看看贴文里的活动办法，完成步骤就可以获得三倍的抽奖资格哦。最重要的别忘了按赞追踪抢先看，粉丝福利不间断。